小游，小游，米娅呢？嗯，我怎么知道米娅在哪里？嗯，你们关系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她在哪里？拜托，我又不会天天跟她在一起，我当然不知道了。那好吧，小游，那我去，老师那里问一下米娅在哪里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找不着米娅了，所以我们想要来问一下老师。嗯，没关系啊，我觉得米娅可等会儿肯定会回来的。嗯，那我来看看这边吧。嘿，有人叫我吗？米娅，你来啦，我刚刚还找你呢。嘿，你好，小游。嘿，汉娜。哦，小游，好久没见。你想我了吗？我都已经想你了。我怎么会想你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怎么会想你呢？嗯，跟之前一样啊，就是很平常。小游，你怎么会？米娅，你怎么会这样突然问我？嗯，才没有啊。我现在去上个厕所。嗯，小游为什么这样跟我说？嗯，我之前每次跟他说话，他都不会这样跟我说话的。嗯，小游，这里好臭，你是不是又是你？你没有在这冲厕所？拜托，你赶紧把它冲掉啊！不是我，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不是我。米娅，不要伤心。嗯，我觉得小游他肯定就是比较的神经大条，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不懂女生在想什么。米娅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们又在谈论我吗？小游，你看看米娅都已经开始哭了，你不要再这么凶对人家了。嗯，你干嘛了？是不是有人偷你的玩具？啊，小游，你根本就不懂现在发生了什么。现在米娅在哭啊，你快点去安慰她。嗯，只有你才能安慰他。嗯，我为什么可以安慰他？我，小游，你都把我的心，让我伤心，让我非常伤心，让我心都已经破碎了。小游，现在该你上了，你赶紧去安慰一下他，要不然他会一直这样哭，一直伤心，多不好，到时候让老师也看见了。米娅，不要那么伤心。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安慰你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小游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他不大明白女生心里到底是在想什么。嗯，你要不要来吃一点我的这个苹果汁？嗯，你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啊。嗯，但是，所有的都是小游在那里，我觉得他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那么好了。嗯，那你其实还好吧，他也没有啊，你过几天再来看，有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和以前一样了。拜托。小游，你快点过来。你过来，小游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。你现在你过来，跟女生快点说个话或者怎么样的。干嘛又是我？为什么又是我？我觉得这边呢是有很多事情我根本解释不了的。小游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非常喜欢你啊，所以你赶紧过来给他看一下，你快点跟米娅快点说啊，要不然他每次都这么伤心，因为你的事情。小游，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玩了？你以前你都愿意跟我玩，为什么你现在不愿意跟我玩了呢？嗯，小游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更烦了，或者是你觉得我们俩不适合在一块儿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那样想的。但是很抱歉，我给你造成各种各样的困扰。但是我觉得。我对你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其实我可以跟你当朋友，那我可以亲你吗？你干嘛？你怎么干嘛亲我？你怎么可以亲我？妈妈说了不可以乱亲人的，你干嘛亲我？
因为我喜欢你啊，你个笨蛋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那我觉得你不用亲我嘴啊，你为什么要非要亲我的嘴巴？